大秦帝国第二部，《国命纵横》第十四章，《百年一乱》。若非万章一般弟子，因雷要记录孟子言谈，刻意记下了应对陪同者姓名，而后告孟子。孟子当真是目中无人，一片混沌了。今日入的林淄，孟子也是对大片官带不屑一顾，甚至。 连丈许之遥的主陪张仪与孟尝君，也是漫不经心，没有看进眼里。也就是说，孟子压根儿没想到能在林子碰上张仪。及至那个铁拐高官者站了起来，甩出“大威无双”四字掷地有声，孟子才蓦然闪念：此人必是张仪无疑。仿佛冥冥之中的定数。 孟子被誉为大才雄辩，天下无双；张仪则有天下第一利口名号。偏这两人但见便有口舌，生死纠缠的冤家一般。二十多年前，孟子在大梁讥讽纵横家是切腹之道，就被刚刚出身的张仪猝不及防的痛斥了一顿。从此，孟子对张仪、苏秦厌恶之极，内心。 却也实在有几分说不清的忌惮。虽然孟子还是每说大道，批骂纵横测试，但却再也没有说过“切腹之道纵横家”那句话了。今日孟子说的口滑，滑上了贬损纵横测试的老路子，却不易。偏偏撞上了张仪在场，又与苏秦心丧，孟子便隐隐觉得有些不妥。 虽则心中忐忑，孟子却从来没有退让致歉的习性。振作心神，一开口，气度沉雄。大道至真，不设得失；莫忌卑微，唯言利害。以利取悦于人，以害威慑于人。此等蛊惑测试，由辨真伪之说，岂非天下笑谈耳？ 孟老夫子，尔何其厚颜也！张仪站在当殿，手中那支细亮的铁杖，直指孟子。儒家大为，天下可争。在儒家眼里，人皆小人，唯我君子；树皆卑贱，唯我独尊；学皆邪徒，唯我正宗。墨子兼爱，你孟轲，敢做无父绝后？ 扬州严厉，你孟轲骂成禽兽之学；法家强国富民，你孟轲骂成虎狼苛政；老庄超脱，你孟轲骂成逃遁之说；兵农一工，你孟轲骂为墨迹细学；纵横策士，你孟轲骂作窃腹之道；你张扬刻薄，出言不逊。 损遍天下诸子百家，却大言不惭，公然以王道正统自居。平心而论，儒家自己就有何物？你孟轲就有何物？一言以蔽之，尔等不过一群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的书呆子，整天淹没在那个消失的大梦里，为之大化空洞，欺世盗名而已。 国有急难，邦有乱局，儒家何曾拿出一个有用主意？尔等终日高谈文武之道，解民倒悬，事实上却主张回复井田古制，使万千民众流离失所，无田可耕。尔等信誓旦旦，称民为本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，事实上却维护周礼，贬斥法治，要行。 不上大夫，礼不下庶民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，使万千平民有冤无讼，状告无门，天下空流多少鲜血！如此言行两端，心口不应不是大为欺世，却是堂堂正正吗？儒家大为，更有其甚，尔等深藏利害之心。 却将自己说成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，但观其行，却是孜孜不倦的谋官求爵，但有不得，则惶惶若丧家之犬。三日不见君王，其心惴惴；一月不入官府，不知所终。究其实，利害之心，天下莫过儒家。趋利避害，本是人性。 尔等偏无视人之本性，不做因势利导，反着意扼杀，如阉人一般，食而不语，勤而不语，坐怀不乱，生生教柳下惠那种不知生命为何物的木头，应是捧为与圣人齐名的君子，将人变成了一具具活僵尸，一个个毫无血性的阉人。儒家弟子数千。 有几人如墨家子弟一般，做生龙活虎的真人？有几人不是唯唯诺诺,诺的、弱细无用之辈？因有所求，却做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；求之不得，便骂尽天下。更有甚者，尔等儒家公然将虚伪看作美德，公然引诱人们说假话，为圣人引。 为大人隐，为贤者隐，教人自我虐待，教人恭顺服从，教人愚昧自私，教人守株待兔，纵使民人不敢发觉丑恶，不敢面对法治，沦为无知盲人的下愚，使贵族永远欺之，使尔等上智永远愚弄之，险恶如斯，虚伪如斯。 竟大言不惭的奢谈解民倒悬，敢问诸位，春秋以来三五百年，可有此等荒诞离奇、厚颜无耻之学？有，那便是儒家，便是孔丘、孟轲。张仪一阵嬉笑怒骂，大殿中鸦雀无声，唯闻张仪那机遇的声音在绕梁游走。自儒家问世。 尔等从不给天下生机活力，总是呼喝人们亦步亦趋，因循拘泥。天下诸侯从春秋三百六十到今日战国三十二，三五百年中竟没有一个国家敢用尔等。儒家之大，无人敢用吗？非也。说到底，谁用儒家，谁家灭亡。方今大争之世。 若得儒家治国理民，天下便是茹毛饮血。孟夫子啊，千百年之后，也许后辈子孙忽然不肖，忽然想万事不宜，忽然想教国人泯灭雄心，儒家僵尸也许会被抬出来，孔孟二位或可陪享社稷吃冷猪肉，成为大圣大贤。然则。 那已经是千秋大梦了，绝非尔等生身时代之真相也。儒家在这个大争之势，充其量不过一群毫无用处的煮熟虫而已。哈！哈哈哈哈哈。末了，张仪仰天大笑，大殿中静得如同幽谷，唯闻孟子粗重的喘息之声。 孟子想反驳，想痛斥，却对这种算总账的骂词无处着力；想愤然站起，拂袖而去，以示不屑，脚下却软得烂泥一般。眼看张仪张牙舞爪，哈哈大笑，孟子不能立即做振聋发聩的反击。论战如斯，便是全军覆没，惶惶如家，赫赫孟轲，岂容得？ 如此羞辱，大急之下，但闻“哇”的一声，孟子一口鲜血喷出两丈多远。对面的张仪与孟尝君猝不及防，身上铺满了鲜血，连并排的齐宣王酒案上也溅满了血滴。老师，儒家弟子们呐喊一声，一齐扑向孟子，王殿顿时大乱。 齐宣王铁青着脸色大喝：“孟尝君，太医！”孟尝君憋住笑意，回身高喊：“太医，快！太医！”奇怪的是，稷下学宫的一百多个名士，竟都无动于衷，漠然地看着忙乱的内侍侍女与一片哭喊的儒家弟子，没有一个人上前照拂。孟子被抬走了，齐宣王拂袖而去了。 盛大的接风宴席落得如此收场，朝臣们一片愣怔，七下学宫的名士们却围了过来，齐齐的向张仪肃然一躬，默默散去了。张仪有些木然，低头看了看身上的血迹，铁杖独独点地，径自走了。大秦帝国第二部，国命纵横。 第十四章，百年一乱之六，行于子环兮，我是野交。在齐国立法的七封治那日，两个方士被请到了张仪面前。夜里，张仪与两名方士密谈了整整两个时辰。他背膝叙说了某公的症状、心性，询问方士能否攘治。 这两个方士是师兄弟，师兄已经白发苍苍，师弟却正在中年。听罢张仪述说，两位方士闭目沉吟，良久。白发老方士道：“此功非功，却是一王。张仪心中一惊，脸上笑道：“果真王者，无以攘治吗？” 老方士道：“亡者上应天命，仍治要大费周折。”张仪笑道：“如何周折？但请明言。”老方士道：“最难者在蓬莱仙药，要大船渡海，又需童男童女祈祷于海神上天。”张仪道。 两位大师，若能使此功清醒三月，所需诸般周折，并非难事。老方士道：“此前禳治，尚需重金敬天。”张仪笑道：“上天也爱金钱吧？”老方士肃然道：“非是上天爱金，原是世人敬天之心。” 唯将世人钟爱之物敬献上天，方知上天赐恩可贵也。张仪点头，不知上天所需几何。老方知道：“万金之数。”张仪慨然拍案，便是万金了。目光一闪，又问：“两位大师，需轻车简从，随我上路？” 不知可有难处？中年方士悠然道：“轻车尚可，简从不能。一百名少年子弟仍祈祷法阵，非但不可或缺，衣食且须以大夫绝品代之。”张仪思忖片刻道：“便依大师所言，明日午后启程了。”老年方士道。 百名子弟，明晚方能赶到，只能后日启程。张仪道：“好，后日。”与方士密谈罢，张仪回房部署上路事宜。没有了银华，诸多尸体要靠飞云与两名长叔打理，一一落实。已经是四更时分，长叔退去，飞云却心神不定。张仪戏谑笑道。 小哥又有心事了，飞云道：“耶，甚心事？正经事？我怎么看？这两个方式也不像正道一家。莫得有给你惹事？”张怡笑道：“方式方式本来就不是正道一家，有何稀奇？”飞云急道：“耶，不是！我说他们好像是是骗子，诈人钱财一般也。”张怡默然有情。 叹息了一声。方氏兴起几十年也，我等谁也没经过见过。可太医既然说了，齐国君臣也有许多人相信。我今日才知道，齐威王万年也秘密派方士到海上寻找过仙药。咸阳市集，也就信一回了。天地之大，原本是谁也不能穷尽奥秘也。 飞云嘟哝道：“知道你是尽心而已，只怕你上当呀。”张毅板着脸不说话，飞云也不敢再啰嗦，收拾卧榻去了。次日，孟尝君亲自到驿馆帮忙料理一番，忙碌，终是准备妥当。晚上，孟尝君为张毅践行，两个豪气干云的人物第一次相对无语，只是默默饮酒，良久。 孟尝君道：“张兄，若有不时之需，不要忘了，还有田文这个朋友。”张仪笑道：“孟尝君狡兔三窟，莫非能让得一窟？”孟尝君大笑：“张兄，淡出咸阳，田文为你谋得一个大窟，如何？”张仪揶揄笑道：“还是我为你谋窟吧，不见林子，风向已转吗？” 孟尝君又是哈哈大笑，好，顶不住风来找你，一时饮罢，两人又去拜望燕姬。恰逢燕姬正在收拾行装，孟尝君惊讶莫名，连问何故。燕姬淡淡笑道：“林子虽好，终非我久居之地。姬子一去，我也当去了。”孟尝君本是急公好义。 更接受苏秦临终托付，对燕姬离去大有愧色，仿佛自己罪过一般，目呆呆，难堪之极。张仪豁达笑道：“孟尝君啊，燕姬心志不让须眉，山林之隐，原本是燕姬所求。苏兄已经去了，他孤守临淄，情何以堪？叫他回燕山去吧，这与情义无涉了。” 孟尝君毕竟明了，独自喃喃笑道：“都走了，都走了，只留下田文一个了。”说的燕姬与张仪一阵唏嘘。孟尝君反复看了燕姬行装，无可帮衬，硬是送了燕姬一匹御车骏马，方才了了心意。次日拂晓，临淄城西门刚刚打开，两只人马飞出城外，一只南下，一只北上。 分道扬镳而去，孟尝君站在城门箭楼上，眼看着北上车马没进苍苍远山，南下车马引入茫茫平原，竟在初秋的风中流下泪来。张仪心情焦躁，一处林子，便吩咐两名长叔带着百名骑士护卫着方士在后面缓行，自己则骑去摇车。 与飞云快马兼程，先行西进。次日午后，高耸山头的函谷关箭楼与黑色旌旗遥遥在望。几只关前，却见关内飞出一骑，白人白马，风驰电掣般掠过进出商旅，直插东进官道。飞云眼睛一亮，瑞声便喊：“华姐姐，大哥在这里！”眼见白马一声嘶鸣。 骑士剑一般从田野中斜插过来，张仪连忙下马迎了上来。小妹，如何出关了？银华滚鞍下马，一脸汗水泪水，一句话没说，便抱住了张仪。飞云已经在地上铺好了一块毛毡，张仪将银华抱过来，放在毛毡上坐好。飞云拿过一个水囊，要叫银华喝水。银华喝了几口。 喘息一阵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张仪心中一沉，便知大事不好，却没有说一句话，只是默默地看着银花。哭的一阵，银花哽咽道：“王兄去了。”又止不住的哭了起来。飞云劝阻不住，也哽咽着哭了起来。张仪默默坐地，拉过酒囊。 咕咚咚，猛饮了一阵，吐字粗重的喘息。良久，三人都平静下来。张仪笑道：“小妹，说说咸阳的事。我等总是得回去了。”银华便断断续续的说了起来。张仪走后，银华立即去见司马错。司马错听了张仪的谋划，一声长叹：“丞相大错也。” 当此之时，何能为虚妄之事离开咸阳？又默然一震，告诉银华：“只要他的上将军印信与王次兵符在手，秦国大军就不会异动。”末了，司马错又提醒银华：“目下秦国之危不在军营，而在宫廷，要他务必盯紧处理及，只有处理及牵制甘茂，方可稳定宫廷。” 英华觉得有理，又立即找初礼吉会商。初礼吉全然没有了往昔的诙谐笑谈，忧心忡忡地说：“多年以来，丞相奔波于连横，上将军忙碌于征战，他埋头于政事民治，无位肱古大臣辅助秦王料理王室、王族与宫廷事务。而今，甘茂与太子嬴荡，居心叵测，他要前置。 竟茫茫然无处着手。丞相寄后望于秦王病情痊愈，离国求治。可秦王明明已经是无药可治，时时都在不测之中。当此危局，岂能威慑太子一党？樱花大吉道：“说了半日，又丞相束手无策。”楚立奇苦笑道：“今日要害，在秦王安危。” 我等外臣，入宫尚且艰难，如何能保得重重宫闱之后？尹花道：“有丞相，能否将甘茂调出王宫？”楚理极道：“长史执掌机密，历来都在王宫内设置官署。秦国法度，非丞相与国君会商，国君下书，不能变动长史。两年前，我倒是在甘茂身边安置了一个长书。” 可甘茂管束极严，目下他是一步也动不得。樱华思忖一阵，道：“有丞相，秦国正在安危之际，我决意启动黑兵台，护持秦王。这是丞相手令，你可赞同？”楚立基嘿嘿笑了：“早当如此，黑肥子就等公子这句话。”说罢，笑吟吟。 将那个长叔的姓名、长相说给了银花。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